以前是否在书房当过书吏啊？他啊，哎呦，他的没，他只是个人喜欢罢了。我看未必吧，为了给你的县里省些银两，真可谓是啊，煞费苦心啊。毛知县，你这么说那可是诛心了。你想这些抄件和文书在价格库上随处可查呀，可不是我说的呀。谁人不知，金安府与仁华县共用一个价格库，若不是你指使，难不成还是黄知府放这帅家冒烟去的？毛知县，正是。哎，啊，嗯。哦，对，我好像是顺嘴提了一句哈。你怎么这么实诚啊？没错。